就从这儿进去，金小姐还没能问出宝库的开启方法，所以成天待在洞里，大概是想自己琢磨出来。里面到底有多少妖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和宏伟他们不敢先进去，自当谨慎行事，包在我们身上，就等着大干一场嘞。 哥哥，哎，那些死困友再不肯说，我就让他们变成真的死困友。咯咯咯，转不开，法术也打不开，该是要有咒语。咯咯咯，我们每个猜100句。大王英明神武。哥哥，你傻了，上次猜过咒语了，每个都想300句也没中。 咕噜噜，你猜傻，你全家都傻。狗狗，不对呀，我全家不就是你？我们本来就是一条蛟。咕噜噜说的也对，那就算我也傻好了。哎，不过再傻也没那些奎牛傻。你说谁傻？敢再讲一遍？你这只丑不拉几的蠢蛇！ 大王，有小敌情。哥哥，奎牛逃出来了，还有人。咕噜噜，竟敢爬上门来说我丑，还说我是蛇。明明已经变成蛟了，是蛟。咕噜噜，给我上，抓住他们！尽管来。 是要打吗？咕噜噜，发什么呆？还不上？金瓜？嗯，这是我们。咕噜噜，哎，不然还有谁？狗狗，看到没有？告诉过你，讲话要讲清楚。啊，想得明白了，大王英明神武。 鸠占鹊巢的妖怪，可没弄错吧？那个金娇姐应该真的挺厉害。那就快把厉害的绝招亮出来，别以为派几条傻鱼能对付我们。我生气啦！姑姑，你们激怒我的后果是很严重的。 我乐乐，上！我乐乐，你上，我也上。果果，告诉过你多少遍了？讲话要讲清楚。我乐乐，我们不是一条蛟吗？果果，这回是我忘了。
咕噜噜，死吧！你们这群混蛋，该说我丑，该说我是蛇。